早上起来，阿彪跟阿刘两个玩的好开心啊。阿彪也有个小弟弟了。2021年呢，第一场雪就这么突然的来了。哇，在满洲里，今年的第一场雪，这会儿下的不大。是说在车里为什么感觉那么冷呢？推开门，居然下雪了。七哥还穿了个短袖出来发快递，因为他车里暖和，开着采暖的。不知道这个雪能下多久，能不能垫起来？哦，外边挺冷的，吹着小风。哇，我就是啊，七哥跟我讲要下雪了，我赶忙推开门一看。这外边也不需要晾衣服了，把这晾衣服的东西给它收了。外边太冷了，还是回车里。早上也很冷啊。怎么那么冷啊？原来是要下雪呀。回车里暖和点，车里开着采暖。阿彪，原本上午那一会儿还下了一会儿小雪，还小小的激动了一下。你看现在就艳阳高照了，又出太阳了，估计这个气候的话还得一个礼拜左右吧才会下雪，然后雪才会垫起来。这会儿我带着阿彪把他带到前面宠物店去洗个澡。原本的计划呢，我是想到等到他把三针疫苗都打完以后再给他洗，但是我们下一站要继续往北走的话，额尔古纳、漠河，我怕那些地方没有满洲里这么方便可以找到好一点的宠物店洗，所以今天下午就带他过来去给他洗个澡。阿彪走走。这是我的，昨天那个是我们朋友的。小熊猫。小熊猫。刚买的。一个多月了，现在三个月的，三个月多一点。疫苗打完了。疫苗哈打了两针。哎，那咋这么乖啊？嘿嘿。哎，好乖呀。这会儿洗得了吧？能洗。好。完事还是给那个打电话，你搁这等。不是，我就在这等吧。阿彪还是很乖的啊，放在里边。阿彪，就在里边不动啊。你洗个澡，洗干净。洗香香，阿彪。这水不凉吧？温水。嗯。怕小狗洗了感冒。你洗澡啊，阿彪，不怕不怕啊，洗澡来啊。哎，真乖。原来是很配合哈。他不动，你看，我知道给他洗澡。小阿彪第一次洗澡，好听话呀、啊。他知道洗完澡舒服，你看，就会享受。在那里面都不动，阿彪。有跳蚤？对，这是跳蚤吗？我看看啊，
我吓一跳，我要有跳蚤，那就麻烦了。输的时候它动的了，看一眼。是草籽儿是吧？嗯，那就好。跳蚤我觉得不应该，我一般现在都是把它放到车里的。草籽儿啊。你那不吓一跳？看看，阿彪，哎呀，这洗完了像化妆了一样，你看，画了眼线的吗？哎呦，这才叫金毛嘛！再不洗就要成灰毛、黑毛了啊！阿彪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啊，回去了。乖啊！我们拿了好几口锅，煮了将近有个20多斤吧，给到对边小山坡上面的野狗。七哥看到他们可怜，给买了好多肉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。这里还有一个高压锅在压，马上就好了。压好了，我们就一起给他们送过去。两大袋肉。啊！来来来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就直接到这儿了。这一袋给后面那小狗，这里面是那个油、小排。朋友们吃饭喽！跑了，上去。这个他们吃没问题，切碎碎的。